们这个司机台是也是全国首创的一个电动的启动的一个司机台，整个司机台面也是跟着一起升上来。以前我们常规的地铁包括高铁都是分好几块屏，比如一个信号屏，一个网络屏，还有一个是旅客信息一个屏，现在我们三屏合一这样一个大屏，通过这大屏呢就可以进行人机交互。震动和车内的噪音水平都要比地铁的那个震动噪音要小一点。刚才它160时速的时候，在这穿过去的时候，感觉整个的站台还有它的环境震动都很非常小，几乎感觉不到。